我是 Niki， 我今天穿的呢是稍微比较中性一点的搭配，的口袋呢是斜切角的，非常的大，它的非常的深，内刷毛的，穿起来会比较温暖一点。灰色是蛮特别的灰，这个口袋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它的口袋在这边呢，视觉上会让你有变瘦的感觉，它非常非常的流行百搭色，你看看我的发夹还有我的袜子，这样搭配起来是不是超级可爱？手袖呢，它也是有加长的。所以呢，女生都可以这样子把手放进来。白色的基本的颜色，十个颜色，三个尺寸。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M 号，我身上这件颜色呢，是不是很像 baby 的颜色呢？这颜色呢，非常的受欢迎，也可以戴起来的帽子，可以收身的。明明就是这么大件的衣服，可是你还是看起来非常的有线条。这一件配这种纱裙也会非常的好看，非常适合约会，是不是很可爱的呢？